你看，三千年后的我们，在你曾征战驰骋的土地上，是否也有你当年的风范？打击目标，动动动要劈，光学只是这样。你看，你的旷世才学以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传承，在我们这一代生生不息。我是老祖宗，我把他们辛辛苦苦创了一千年文化传承。你看，你坚持的技术创新实现了一匹天下，我们也在攀登一个又一个科研高峰。我都是爬在地上吃去。一遍一遍试出来的。你看，就在200多年后，你的天文演算早已得到证实，我们的脚步已踏上了你曾经仰望的星空。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奉献。